它是什么？它是艾克啊，艾克。破甲不需要，我这个阵容不需要破甲，但是需要那个巨杀。就拿出点，因为我有好几个压箱底的东西了。选一首这个，嗯。随时的圣所，这不能选他俩了吧？这不可能吧 ？OK， 选到了白银岛，可以。这把我很好运，我很幸运，幸运之子，你玩什么来什么，对吧 ？Yes， 哇，这么舒服，玩手拉阔斯。把把开局说玩手拉阔斯，然后变成皮枪。嘿嘿，看装备，我已经摸透了。这个看装备，看装备。你看他来大剑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好，不玩拉克斯了。八条，没给你看，很难受。我想我们是在战斗吧？哎，进。要么向虚空鞠躬，要么被虚空吞噬。大风车，想一下，不转不转，大风车不转，太弱了。大拇指太 low 了，不太行。瓜皮，大拇指很瓜皮。嗯。有。蘑菇。虚空走起。有说法，虚空走起了吧？OK， 虚空可以走起。海岛将同伙竭尽，彗星一击。卡牌奈斯。哇，这把不好说。哇，很想玩。我看一下啊，一个两个鳄鱼，一个屠宰。我想一下啊，想一下，不急，先四波连胜。先合个这个，打个工。雷贼浮花，艾欧尼亚，网眼射手，怎么说？雷贼浮花，可以搞一只。卧槽！去。看看能不能给点皮呀、啊，皮走。是。咬他！哎，没咬出来，没咬出来哦。舒服，没咬出来哦。还是首波连胜。哎呦，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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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，这两张牌一来，买，不好说。雷贼佛法，很想上。雷贼佛法，前期质量顶满，艾欧尼亚没有用。没有法，我上头带你带鬼家。哇，质量这么高啊，好吧。怎么全都生四啊？他也耐心学习，不想掉血，说是。该掉还是要掉的呀？哦，打不过，不会吧？雷贼佛花，雷贼佛花，哎，
一胜一负。OK， 能给个发条加位吗？下波，或者来个杰西加位也行。这两个能给吗？直接给我来个三比。犹豫了，真有点犹豫。兄弟们，一个字，吃。我愿悲天悯人。一个字，吃。想一嘴。我建议直接碰倒数第二。再来个虚空，啊，再来一个虚空就很舒服了。卡萨丁，挖掘器，随便来。然后还能打死一个。挖掘器来了。好吧，打不一个字，吃。喂，我这个两星鳄鱼，哦。不能犹豫，想好玩什么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你这样，这个城邦比人慢太多了，是吧？走走连败，不急。哦，好想要张杰西呀、啊，但是没法拿，很难受。哦，这艾克很猛。这开局输一半了，这血块没了。哎呀，血块没了，血块没了。再想一手玩什么？血块没了，瞧一个，虚空。好，小拉波人口。拉波人口上什么嘞？拉波人口要打连胜嘞，好了，提个数。让我来指引你的道路。提个数。哎，我应该上个大，我应该上个这个马尔扎哈。提个数。OK， 这波不应该拉的。哎呀，早知道打悟空不拉了，空城计，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，空城不如连败，亏了，亏了。有说法吗？哦，来个虚空吧，来一个虚空吧。我的血掉的有点多呀，没钱有点难受。虚空这些人，质量提的都有点高。加口血，嗯，没太碰上弱的人。特别的人，这俩留着，待会准备起飞，准备看着把赢了，赢了卖一手，喂。一定要赢啊！哦，猴哥，嗯，不能输啊，不能输啊！好，漂亮，漂亮！二杠六，十块钱，怎么说？二十，也怪你这，吃他一手两块的利息。猴哥四十多块，我五十了，往上，很肥。那你有没有带那个蛤蟆？哎呦，来一个这个，我不能犹豫了。一番半天界东下，搞盖伦吧，搞盖伦，来个虚空吧，真的来个王子都来了。这怎么不给反曲弓？不错啊，怎么不给装备啊？欢迎来到
巨杀有了。哼。哼。哇，这不给装备。咋了包老师？没事。OK。德玛西亚差一手。哇哦。差一次情侣。哇哦。感谢叨叨的飞机，谢谢叨叨。哇哦。硬实力。顶。无敌。感谢叨叨的三生三世比翼双飞凤求凰荣耀配角。这是什么？巅峰火箭。比感谢感谢感谢叨叨。发球。我操，两次大春，我操。我要啊。肉的飞机。感谢叨叨的火箭啊，和五个飞机，谢谢叨叨。边逛边拿。我还在寻找回家。哇哦！诺克萨斯即将崛起。边逛边拿，拿一手。OK， 刚好够钱，稳住。很强，嗯，很强。哇、哦，这什么东西？两只二星大锤，牛的。爆炸！这啥呀？怎么给了个克烈？给你吧。好人可以给日元啊，先给了吧。哦，赢了卖他50块，清清爽爽，六人可50块。五、哦，哇哦！我还差12，问题不大，起飞。很强，很强。吃啊、哦！哎，这把是火箭的了啊，是吧？哦、OK， 这把火箭。哦，行 ，OK。Okay, OK， 必须火箭。OK， 没事，朋友们，我两星亚索，一星泽利，三皮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吃。OK， 再上一手，不急。OK， 很多大川。开始北伐。开始连胜，四连胜，让我遇一手范唐得意， oh, okay. 让我遇一手范唐得意，断一手连胜，落日雨。OK， 无敌，无敌。哎，我怎么有个天使在这儿？哦，很强，无敌。我上回合地了，刚刚地了一手。必须要来一首歌，刚刚地了。这是什么？要开庭？好、哦，要开庭！哇，这攻速折力！哇，这跑他那边确实很难受啊！突然停起，攻速折力去他那边确实有点难受。拿个贵的，拿个贵的。没有啊，拿个大剑吧。能在那边破坏吗？拿一首棋子。你先。贵的，贵的。你先，你先，王老师，我没拿着。你先 ，OK， 你先好，我就拿贵的那边去了。我百变。你先，你先 ，OK。我百变。祖安就是未来。腰带螃蟹，螃蟹我其实目前来讲不是那么很需要。这个不要。不递，忍住，我不能递。哎，好烦啊！再递我是狗。好烦啊！他把我泽利拿走了，好烦啊！这里我是狗，忍住。可以输，但是不能递。提个数，哎，提个数。大风车。
大风车，对转我也转，我鳄鱼你也转，我也转。这个鳄鱼可能转，这三箱鳄鱼不够我打的吧？哎，我也转，转哟，转转转，盖伦转哟，转我四格斗老鳄，开我五连胜没了，我四格斗老鳄跟你开的玩笑，卡一走，卡一走，哎，清清爽爽。哇，这个鳄鱼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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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手二星，哇哦，给亚索装备，虚空来了，亚索给啥呀？可是我不要了，可是我不要了，我已经有了。就说大成就牛逼嘛，拿三装备的，哇哦，哲力来了，没事，赚你，我搞了一次哲力，我操，二星的，拿下，快了，哦哟，猴哥牛逼，快了，拿下，两星亚索有点猛，我的火灭了，拿下，灭了，哦，就逢对手连胜，哦，生态爆炸，火灭了，打野怪火灭了。哇 ，OK， 开低，神魔捏给的，我灭了。高手六主宰，四主宰，六主宰，我被灭喽，搞不了。破甲来一个吧，大引刀也行啊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无忧给我这么多卡来卖钱，无忧杀，这么多巨杀的吗？这杀银刀呗，来的都是些神魔呀！哎，给杀银刀吧。我眼窝都问你妈，火炮有用没？火炮不如留等破甲，等破甲吧。我落手呢，拿下，又拿下一个小王子，落日鱼，王上，直接拿下。一星盖伦，等我两星，等我两星，还在这里苟延残喘。圣杯小王子，我小转一手，起飞转，你转都转不出来。哇，日一只来了一手日一只吗？哇哦，哇哦，很伤，很伤，很伤。起飞，准备起飞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哥！求你了，来一只！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求你了，盖伦了，盖伦了！我操！我操！盖伦，盖伦，伦 ，nice！ 两星走力，游戏结束。OK。我操！你两星走力了 ？Yes。终于来了。卡哎，我怎么有个日炎啊？上九。卡一只，卡一只。操！我怎么有俩剑魔？卡一只，卡一只，卡一只！哇哦，哇哦，这不会打不过吧？啊！哦，我故意的，直播连败，哇哇！哦呀，肉都有问题吗？这艾克咋这么多呢？我是不是得留一下？感觉他能上三呢。现在差了一个中女，差一只狗头，狗头速来，速救。我决定直接给你，不用等了，没用这玩意儿留，留着吧。再给一手七十。我也肉都有问题吗？
英灵中红吗？顶级理解，浪费钱没必要。剑魔附 C， 三六十都可以扔啊！这啥？那直接往九往九拉就行了，对吧？往九拉一手大成，我怎么打不过？有呀，他听都不要。反正不好说，未必。转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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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，起飞！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现在很舒服，拿下，拿手贵了。我操嘞！王少能否给我留个赛银？我已经拿完了。好，那算了，我来破甲。嗯 ，OK。老三五块，拿手贵了。那算了，我来一手破甲。侧体走不了，侧体真走不了。我是祖安的报应。哦，装备拆卸器。福离，轮手八，没有盖轮就起飞，有，有家有意思盖轮，问题不大。只能等上八，我的镜像不可能打不过吧。哎，这把光头是啥呀？哦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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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夺回两个以正。哎，我怎么老是卡地面里？灵魂，金子连败，好连败，金子五连败，很舒服。绝师不要，复活。马老师，你鳄鱼还不换吗？这手鳄鱼有点小了。嗯。好，提手质量，准备连胜。好。哎，换汤得一。拿下，又拿下一把换汤得一。哇哦，二星折力，我得先第三星盖轮，然后再开六星。怎么好像打不过呢？哦，哎哎哎哎，拿下，金字六连败，哇，金字连败出来了，狗头拿了。打盖轮吧，三星盖轮还是很强。不是我多说啊，就以王少的这个来讲啊，他的盖轮是不可能到三的。为啥？你咋这么笃定呢，猴哥？未必。行，那我拿一张盖轮，我真正怎么走好吗？好 ，OK， 好。这盖轮该回家了。这不三星盖轮真没法玩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他们已成历史。我也否都为万女吗？真得先三星盖轮。等我绿。我盖轮呢？你看，我是说啥来着？你弟，你还不弟？再不弟，真要没了。
上八追不到三星了，上八概率太低。就在这一轮，一会儿追上。我有范唐得一。就在今天。我又把我卡地下了。出了一波。没事，开钻，开钻。我还能再输一轮。我还能再输一轮。就在今天，金子七连败。好好一手金子，七连败。一时三星，先到账。来吧，哥们，赶紧来。哦，谁卡我盖伦啊？狼换了上螃蟹，补一头猪，换个大头。哇，这哥们两星盖伦，得先把他送走，十五滴血，就是不给。先把他送走，必须的。送雷龟哥，龟哥，我打不过这家奥菲留斯。好，送他一手，马老师送他龟哥，我可以大地一手。送雷龟哥，他没死。你在？还差五十盖伦，怎么办？很烦。很烦。我吐了呀！我吐了呀！我也吐了呀！你还不走？我吐了呀！我也吐了，最后一轮容错了，就只有这一轮容错了。十七滴血，打一滴血。缩小模块，自足安，就这一把容错了。天崩地裂，晕，这把赢了，还有一把容错。吃，哎，我操！好，没容错了，只能拉了，没容错了，接。Why？ Why？我又是低不到开手六主宰，再来个青天，开不了了，三滴血没用错了，三滴血得生得生，导弹缩小，不想要自动，呵呵，呵呵，仙女不追，算了，再来个导弹。就要一手盖伦，只要盖伦，哥，接，没事，是他，呀呀呀呀呀！一星吃，二星吃不动，我操！天崩地裂！王少这一星盖伦，二星盖伦应该转不太动吧？七，谢谢王少的飞机儿哦，呵呵，头哥，先小心一手飞机儿，这把我估计火箭问题应该不太大。不一定，万一范唐得一赢了，那飞机就溜了。范唐得一想赢的概率为。0.00008%，没有这个拉克斯确实有点难。这场那边破坏嘛，我也不对为文明嘛。这开轮现在真不行，切不进去。平平中红嘛，这人两头猪。听说你很肉。听说今天运气并不是很好。啊，这拉克斯猛吃猛吃，吃不动。可怜，吃他。可以卖。哦哟，不卖。这人可能要三星珠子，尊重一手。
卡他一手，尊重一手啊，尊重一手。哎，我怎么为什么多了个大剑出来了？什么情况？What？ 好，这把势均力敌，六法三德玛对战四枪四竹安三皮层，哇，大成的皮枪。如果有一手三星皇子，我觉得范唐德一稳赢。不了不了，不需要了不需要了。不了，所有道路的交汇。战斗爽。哟，对阵范唐德一，吃你！哦，谁吃谁就看着吧。吃他！好天崩地裂。刺他不太行吧，范唐德一刺他，这阵容整体强度应该是不太够吧，谢范唐德一的急美劲儿，什么急急糟糕，第三，哎，泽利没拿到可惜，第三，嗯，哦，大枪搞不过啊，这不会让猴哥吃了吧，大枪搞不过呀，完了，差不多吃了呀，他这个阵容吃了，要从飞机变成挂皮了，这阵容真的挂皮，哎呦，这巨神风很挂皮的，包吃啊，二星老三，我操，绝，两星三，赢个飞机亏个火箭，我操，好亏啊，好难，我可以，我直接送了，我直接送了，王少，我也直接送了，我直接送了，这稳赢的局，除非现在猴哥点一手投降，不然是可能输，直接送了，我直接送了。嗯，我直接送了，送过了啊。OK， 谢谢芜湖大司马的大火箭，一个都打不死。这怎么输？输不了，直接血了，一个打不死。除非他来个三星的游戏解锁。哦，不对，我已经整体全。谢谢王超的水晶火箭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吃。我再拿一只大头。太强了，这个阵容无敌。哇，赢一个飞机，亏一个火箭。哇，收网。猴哥，三七。啊？啊？嗯？哦。什么什么意思？哦。什么意思？没啥没啥，我觉得你赢定了，不要打，稳了，没太理解，没啥意思，猴哥，咱等下懂。OK， 这拉克斯没得三星不行，我不是那么很懂。很捞，很捞，很捞，这个拉克斯。很捞，对，很捞，很捞。嗯，六法没用，要二星老狐狸，一把老八，一把吃波分。Okay. 哎，就当吃波分了，调波，给兄弟调波分。